来了，福大，交给你了。好了，来吧。要抽跟你一样的东西啊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现在抽的是大玉儿。亚玉儿，你要抽的也很简单，反正呢，这是1/16的机会中绷带跟中鱼骨头，哎，中的话就嗨翻，所以加起来24%的几率。加起来的话，这个几率是 12.5%， 对对对。然后因为它已经有二洞头，所以说二洞头也只能分解掉，没有用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是，就是抽 mini 的，然后你要再抽一个瓦币的，也是一样，抽二洞下的跟二洞上的，这个几率比较高，这个大概是1/10的机会。对对对对，对被雷劫跟血带头下头中。然后都是二洞，来吧，交给你吧。哇，结果你这边直接投下头中抽出来的话，这个账号真的是不同凡响哎、欸，这个账号真的是欧烂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账号就是曾经中过6000万账号的那个账号。这应该是你第一次抽这个吧？我记得没错，好像没有抽过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不要一抽就直接把鱼骨绷带全部抽出来哦。好，拜托，有没有机会？来喽。你要不要准备一下？不用，吃个蒸蛋，或是换个线，或是干嘛干嘛的。哦，看你啦，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，想拖个时间。相信我，听起来几率蛮高的嘛。两个都没中的几率是70%。对对对对对，两个都没。那如果连续两个账号都没中的几率是49%，已经低于50%了。所以正常情况下的话，应该是要中了啦。两个账号连续抽两次没中的几率是 0.49、欸、对吧、啊欸、如果连续两次直接抽满头中头下，这有点夸张、欸、这就夸张到一个爆炸了，你知道吗？谁呀、啊、有没有机会靠着这个，有没有机会趁着这一次，好，拜托，虽然说要分身，但是这也是跟玩的跟本账一样啊，我们该做的事情都有做啊，你知道吗？唯一没做的就是氪金而已，唯一没做就是氪金跟活动，还有那个通行证，其他的话跟本账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绷带鱼骨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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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2.5%，12.5%，12.5%，绷带鱼骨头，绷带鱼骨头。你现在可以按叉叉，可以再换下一个。加头部要不要按？没有，都给你，都给你，那个已经给我了。剪刀布。好，我不想参与，我不想参与。等下参与到我就很衰。嗯、我不想要参与，我不想要参与，给你啦。好吧，我觉得现在就用。好啊，好啊，那就用啊。好。还没，你要按一下，你要按一下。好了，绷带鱼骨头，绷带鱼骨头，绷带鱼骨头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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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绷带鱼骨头，鱼骨头，绷带。糟了吗？封杀！哇！干！哎、欸，这个账号太夸张了！你不要等一下抽到血袋，这个游戏都结束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账号真的太夸张！哇！哇靠！杀青！哦，他的很呕。是啊，是啊，我还有片可以拍啊，张秀有片可以拍了。哦、oh, ，是可以加什么？就是多一张卡片哦。Oh. 现在卡片很强，所以很重要。哦、oh.。你还有一个要抽，如果你下一个又抽出血袋，这个账号真的太鬼了，这个账号真的太鬼了。可是只有血袋一个可以。哎、欸，这12.5%的几率，这12.5%的几率，你这被雷劫就是跟他一样头中了，所以你要抽的是头下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就只能抽到血袋。对 对, 對，就抽血袋会更好，就是最好了，最好。哇，我靠，这个东西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画面呢、欸。哇靠，那我们就带上去吧。好，你就先带，就先带。哇靠。太夸张了！哇靠，双洞头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刚按到处没有？他要穿在身上的，我、哦、不能放衣橱里啊。没有，好，那你先放衣橱，先放，没有，到时候再弄就好了。哦，因为我要装进去才能。哦，没有，反正没关系。眼部的绷带那边右上角，看，好香哦！哇，好香哦！好啦，换下一个，你就不要用这个方式把血袋也抽出来了。你知道这支账号没有玩过 bug 吗？这支账号没有用过任何 bug， 因为我都用本账 bug 的时候就没时间了，所以在没有用 bug 的情况下，这个账号才是最 O， 是不是？你去错台了，头饰转蛋机哦，哎、哦欸，头饰，哦，这是装备，哎、欸，这是装备，不是这台，不是这台，啊、哦，头饰还是头饰、啊？哎、欸，头饰，哦，对，对对对对，但不是吧？所以你现在几率变成是1/10啊，1/10，因为等一下是10个，然后只有一个是绷带，哎、欸，一个是鞋带。Oh. 鞋带，你要抽的是鞋带，啊，
好，但不是吧？连续两次十趴，百分之一耶！真的，这个只剩一次可以投了。哎、欸，就两个都走一次啊。刚也是走一次、啊，刚有两。哦，对了、啊，刚刚是有两个东西啊。这个就剩一个了。对 对, 对，刚刚是12.5%，现在是10%。其实你也只是低2.5%而已啊，也还好。啊，不是吧？有那么夸张？加油！但是我也蛮希望可以抽到的，这就有点扯了，你知道吗？加油！我知道。好，那就在这。嗯哼。我不讲话了，你啊，你就说嘛，不要我经手了。你觉得 OK 就 OK 了，我就是一个衰了。啊，好。我就是一个衰了，你自己上吧。那我、啊、好。那我你觉得我要转几次比较好？我不知道，随便，我就不能我经手啊。好难、哦。你的想法就是对的，真的真的，你的想法就是对的，你的想法就是对的。唉，可能这个比较慎重，是比较贵，对不对？两个都一样，差不多贵，反正都很贵。这抽一单大概都是30块，3000块，3000块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我抽三次。好，抽一次，抽两次。抽三次，加油！你先把那上面那个关掉。血袋，对，血袋，血袋，哇！走，拜托！血袋，拜托！三二一，开球！哦，没有。哦魔术师，够了！魔术师，哇！我觉得有绷带已经够恶心了，真的有绷带已经够恶心了，够了！这双洞头我也有了，可是我可以换过去了，因为这双洞头比较好， oh. 我可能就分解掉那个，反正那到时候再说。啊啊！哇！哎、欸，他有双洞头哎、欸！哇！要求！来，我们还有，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这也是要各抽一个、哦？哎、欸，没有，这个账号只能抽一个而已。这个账号只能抽，这个账号这边没有那么多瓦币，没有那么多可以抽。所以要抽那个贝雷杰吗？哎、欸，这个一样，没有，这不是贝雷杰，鱼骨头跟绷带。鱼骨头跟绷带。那鱼骨头跟绷带，鱼骨头跟绷带。啊，嗯，好，嗯哼，哇，能够抽到这个真的蛮多的，那么多选择。嗯，就跟你说，干超猛的、啊，真的超猛的、啊，真的猛到一个爆炸，真的。好。好，就是真蛋，哎、欸，是同一只吗？啊、不是，这是福儿。哦，红色头发。哎、欸，刚刚是玉儿。帮自己长。哎、欸，你看错字，你看哦，你要把它移开。没有，我要帮自己。拍手。最下面那个。好。我只有一栋绷带。好，是。好。准备啊。准备啊！好，啊，鱼骨头绷带，嗯，就再一次，行吗？洒水一下。我怎么觉得有一种很可怕的感觉？是吗？嗯，我觉得等一下应该还会。是吗？嗯，我刚刚都没有什么感觉，然后就抽中了，抽完就关台吧。抽完就关台吧。好，一次。绷带，鱼骨头。不要讲话，都给你。好，鱼骨头，因为刚已经抽了绷带，我想要鱼骨头，谢谢。按喽，三二一，鱼骨头绷带，鱼骨头。啊，有这么好运吗？会吗？我点喽。拜托。鱼骨头。今天有吃鱼，会有鱼骨头的。按喽，鱼骨头，哦，没有，哦、这是谁的、啊？这是哪一个王？哦，风土风啊，怎么听？好啦，至少有中啦。好啦，哦，有中什么？绷带啊，一定会中吗？没有，我说有中绷带，绷、哦、带，哦 啊，这个我可以分解掉。我们21号可以再抽一次这两个账号。可恶，这两个账号，果然这是好运。哇，太香了，刚哦。哦、oh, ，你分解完不能再抽了。分解完不行，要再买啊，那买很贵。对啊，可以养蜂兔啦，可是不会啊，这应该是不会养蜂兔啊，正常也是不会去养它的。这应该是100个吧，1000个，好啦，这个分解掉。哎、
有绷带就很扯了啦，真的真的，福儿第一抽就出绷带哎。